平公兴路一个社区，把因这个地漂水塔大改造，运用竹啊等等在地元素来变这个竹篱笆甲椅仔树，予社区加一个休憩空间。民众把做好椅仔挂伫个水塔，顶面阁加倒竹啊加开，水管插去吸水，嘛已经变作是竹啊。本来民众感觉真烦的椅仔，即马嘛变作好墨迹。这个做法非常的正确，非常的有创意。民众讲，这水塔是当地重要的地标，不过因为水塔顶有真侪只椅仔，水塔的脚拢是胶塞，加在经过大家拍拼，让这个家变个真水。我们帮社区找到了很多千里眼、顺风耳。来了解社区的需求，那进而动手做，来解决社区的一些我们觉得是提供的美感的经验。民众在水塔附近种真侪花草，宣传在地农特产，和社区这个家加一个休困好所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